指又真倒了。哎，哎，对，哎，真大呀！再用捏了一点点，再给。后脑被烧湿了，别动，哎，别动啊，吓唬他跳，掉了，别动啊！啊，疼死我了！下来了，都没有血，你疼啥？我的妈呀！这大老虎，拿回去不去？给你拿回去。疼死我！你谁拿一上你就疼？早知道我把手给你撕下来得了。我的妈！摸一下子，摸一下就跑啥？清理干净了，这么大。你这还受伤了，嘚了呢？谁呀？你脖子，我也不知道，睡觉的时候晚上早上起来就这样，不知道咋回事，挠的应该是。谁挠的？还是人家给你挠的？谁能给我挠呀？挠这样的形状，我怀疑是我睡觉我滑那啥上去了，滑那充电器上去了，应该是，总受伤，我不好意思。没难度，咱不上学去，咱不知道，那个是讲话，那个市长的话给那个方家说讲话，那个方家呢，刚刚的，给你那个拉磨那个毛驴儿，他过来，把俺俺那这里，他去，这去毛驴儿就留点，这里猴和咱这他这脚的。